十几年来，伊逐工日理万机，伊干定过的家，比你食过的家搁较济。虾米家？电脑 computer 啊！郭董引导的电脑嘛是伊干定的哦。怎样的假爽哦？叫人家坐下会怎样？我已经干定电脑。好啦。这台好，控三年，这开机的密码 AB8DBJS。现在哦，都用 Real Sense 毫毛辨识的啦。什么？什么 AB？ AB8DBJS。这么难记的开机密码，谁记得住啊 ？Real Sense 毫毛辨识技术，用眼睛看一下电脑屏幕就解锁啦。前面有这线索。贵姓官呢？啪哩啪哩，安尼唔只好做现实，赶紧的，你个电脑摕来鉴定。啊，哎呀哎呀，这中都无救啦！你是听遮啦？啊，无倒去啦。遮。啊，遮遮，啊，遮遮遮，低头。很多好看的哦。什么好看？哎，我看看。Monitor， 拍起来，裸看裸看。现在资料都存在云端上。可以跨平台读取，用手机就可以开档案了。今天边一台电脑在那干的，赶紧电脑来了。好了，赶紧来，赶紧。哎，这 CPU 没有问题。哎，那这 keyboard 派起来了，啊，这贵州还了了啊嘛。你看，你看，拆开键盘直接触控更方便。哎，你唔明。这高档电脑，那是偌珍贵，你知？哎，你若唔相信吼，领导的电脑，摕来我给你鉴定，